好吃了吗？这是就能好吃，那是小点。你去人家啥？那上面浇的，雨浇的，这不上去整不动，刨不动。上顶上尖周下来好整点，要没个刨。就往这边周吧，那个不就用我跟脑袋往过兜了？不用，你自己来就扔那里去。就先给整整得。我大姐来了，那工具李月辉开车取来的。哎，这柴火垛这刨不动了，刨不下来了，它给尖儿给撅下来了，太实诚了。对，这回就好爆了。这产车装的，那年这个豆该长，它也是，它不像头呢，这个豆该碎。杆短了也碎。这压茶爆柴火可费劲了。哎呀，这跟叉烧啊，这一样。这杆也是长，对，那这豆杆多长啊？你整下来够烧个十天八天的，完再整一会儿，别。行，多整一点行，那个东那边也不整了。哎。这块不用再往一起攒攒呐。攒那玩意儿这不好旺吗？啊。上面周下来点柴火，又扇上了。这灰可大了，沉柴火。抱下拐了拐了。进屋吧，进屋整饭。切猪肉啊！那大姐不吃羊肉吗？咱那还有羊羊肉两样，切点嗯，切点瘦肉片，正好这些肉这工具刚要化没化，还挺好切的。这块是梅花肉，涮火锅行，还不肥，挺好。嗯。挺好切呀，现在正好又画这样，大点片。今天这肉片切的大，挺好，大点行。嗯，省得碎。嗯，这损耗，这大损耗，这不是耗，这片儿快。咱们回街里，这妈给家人现整的，那冻的还有呢。这要整点新鲜的。嗯，这羊肉我拿出来了呀，水开就吃饭，简简单单极呀。都拿上来了。你看羊肉这些。我这再又卸点芝麻酱。对，卸点芝麻酱行。酱调的。今儿又挺丰盛啊。嗯，火锅。火锅，水开了，咱就下肉。哎，你看，耶，今天整的了，啥味儿啊？那酒，挺好闻。你说你那里尝尝吧，我尝尝。一块酸菇，不是剩一半。这水要不要了？这水不要了，这芝麻酱调这样行了。嗯，剩一半，清汤料。嗯。这个你，大姐，我倒一口这个，我尝尝咱俩能不能喝。我感觉有点不行。那玩意儿出去。越那啥的就不行。啊，玩呢，玩下里有汤米。哎呀，哎，不行，拉倒。一股白酒味儿，喝不喝？那可拉倒吧，不行啊！你尝尝，一股白酒味儿，可拉倒。咱俩这被喝上脑袋，遭罪。你喝吧，你这样。搁一边，搁一边。那就在享受不了这个葡萄酒，说是红酒啊。红酒咱也不行。我这玩意儿，你不说呀？东西多呀，不是东西多，下多些羊肉、猪肉，还有玩儿。我们吃饭了，我大姐回来了，涮火锅我们。我这不涮火锅。今天这火锅两样，猪肉和羊肉。我大姐这不吃羊肉，单整的两样。嗯。这肉里这个里下可多了，吃吧吧。那以为是羊肉吗？好了，吃完了这羊肉再下，猪肉煮的时间长。嗯。好的，今日大猛号还是冯号？金豆是吧？我看少，我一过一发子面。买卷买盒这个豆卷，我就感觉这个好，下了一点，你们尝尝这个。
这是油炸的。嗯，这个好吃。嗯。啊，这是油炸，我瞅好像给锅接出卷的。嗯，炸的好吃的。今天这点粉耗子整的也挺好吧？现整的。嗯。咱们回去妈整的，我看一开冰柜，我看这不粉耗子先做的吗？他那啥，有点儿不多的，你说我这毛肚，我得下呀，还得下。嗯，大姐，这毛肚是你吃啊？吃啊，请你下。吃，哎呦，干整你，你干着啥吧？把蒜一会儿就吃。嗯呐。那我开。这小猪肉菜切的多好吃。嗯，豆皮儿你尝尝，你尝尝啥？那尝尝。加了。嗯。来这个豆皮儿。这就是啥？豆皮儿啊。嗯。炸的豆皮儿。这还长得香。对。炸的长得香。你还炸一下吧。开了锅就多，这里全是肉。这里是羊肉吧？这个猪肉，嗯、这是羊肉。这猪肉切的真薄的卷儿，还小片切的。正好切那工件儿，它要化没化，还挺好切的。不好切呢，它、这个豆腐皮儿是好吃。香、啊。油炸的吗？有，现在这卖东西是好。这可能我们还买的，不是白做的。我妈的手艺。我妈今天早现做的，这大王走前现做的，现买的是吧？没让拿暖锅倒水。这个那里面羊肉，我给爸他们加不少呢。大姐，你往那边加，你往那边加。哎，下羊肉。走。这家的吃家的，这拿呀，地瓜呀，你吃吧，你们吃吧。地瓜。吃不了。来点地瓜。嗯。哎妈。谁呀？我爸不吃地瓜，爸不吃地瓜，就我不吃地瓜，给我加一下肉来，这肉摘上。吃豆浆。来，这是我说的，我这个吧。来点肉。来，咱喝一口，咱们这是补昨天的节日。你咋昨天都没时间卖红豆干啥？来吧，来。嗯。行了，昨天今天不也行？嗯。走。给这点豆皮，这几个豆皮都下来，这豆皮可好吃。用五十呗。这烫一下就行，用烫一下就行。嗯，好像给锅卷熟的，可香了这个。豆皮儿煮过就熟的嘛，哎，又油炸一下就香，好吃。这羊肉不错，感觉。嗯，羊肉炒挺好。这是行了，又给压住了。你看这开的也挺快，猪肉往里下，开了就快了，开就快了，嗯。我吃，你尝尝呗。我吃，那不吃啊。爸，家里反正哪我们家都没吃。一般东西不吃，吃一口就不吃了。这毛肚涮一下就行。嗯。一张那是，一张。一张吃吧。嗯、豆皮儿好吃、啊。嗯，这个好吃。嗯。这俩盘儿就拿下去。反正咱们下一桌烫锅，你看现在，嗯，都开了。豆皮儿你家吃吧，大姐。你这个吧，走吃吧。你弄个就是吃的。地瓜吃，地瓜好像熟了。地瓜后边没熟，你看熟了。熟了没熟？掰开就熟了。嗯。扒拉扒这就能吃了，这个那个豆腐，这玩意儿进里烫一下就行。我喝喝的肉，那全是肉。其实我讲，这里不下来。不下来，我们下点。我们下点。你可以这个往里头下来，没菜。你就吃吧吃吧。油麦菜。油麦菜呀，这个油麦菜也好吃。你不下点我姐，来点吧，腻的。他就来肉。吃肉，我们一俩吃火锅就吃肉。大姐也是，地瓜。你快吃的吃菜吧，大姐，吃点肉，加点肉吃。没少吃。守着菜呗，就偏菜了。今天怎么没少吃？这都熟了吧？嗯嗯。那，哎，羊肉得全是肉。加点菜。嗯，那这里放全是肉啊！给那啤酒拿来，再倒点。妈呀，忘了，喝的快。
没有的，人家酒喝没了。啊，妈的就喝没了，咱俩小孩不是不是这些，我管过吃了，真事儿。我爸喝，我爸一杯都没了。给你倒点儿吧。喝两杯了。两杯。咱们那啥，再来点啊。拉倒吧，拉倒。一瓶呗。再来一瓶，行，来一瓶，来一瓶，喝这个没啥劲儿，这都低，你这可以买两箱这个棒了，姑娘。哎呀，红酒起来了，我先喝点一尝，我一寻咱俩喝不了，上头。那为啥会那一尝有白酒味儿呢？白酒味儿可大了。我这啤酒没不行，来，喝点来着，妈。你要喝那种那个红酒，你们喝的会像饮料那种。甜酸的，对呀，因为我也喝到有点酒肚了。酒不行，我是白酒味儿不行，喝不了。你这边咋不开了呢？这边？嗯，他那个下压住了。哎，这里边全是东西。都才下东西压住了。别开了。往这么拽。咱们今天糊酱不吗？不干活，不活，啥时候活？先不活。哎呀，哪天活都行，22活。22啊？对，那听妈的。对，咱家啥活，妈说咋整就咋整，咱也不整，不懂。这肉，爸，全熟了。都熟了，这你瞅着那嘎子上飘的，都搁底下。他们现在有糊酱的，二月初一就糊酱的是吧？就这几天反正，初几糊就行了，这就。哎呀，十几糊也都弄地儿啊，啥时候都行。反正也是，那你像人卖大酱的，驴肉要多。总说上天了，还有咱们这就是人家年年都这个日子整惯了，到啥日子干啥活儿。今天糊糊多少斤呢？传统。今天也三十斤，到这儿飘回了。嗯，东西都一样。两样豆皮儿。这我大姐买的，这个也好吃。搁这里煮。孩子就乐吃火锅，要回来第一天，你要问他吃啥，准保说想吃火锅。五一都能回来了，能，你放十来天假，放十来天假呢，五一放那些天假呢，啊，那么五一学校考试占他们那个学校啊，那不就多待两天呢？哎，搁外边吃饭不就总吃，搁外边一来了吃的。前天给我发一个，那是大米饭，上面盖的浇的，好像就像那个咱们说的三鲜似的，有土豆有茄子。地三鲜盖饭。啊，盖饭对不对？吃的那个玩意。我还说呢，我说别老吃外卖，他说不吃外卖吃啥？学校这那不就属于外卖吗？对呀，嗯，就是食堂。嗯，食堂老吃食堂的也不愿意吃这个。就吃那正常，我吃点鱼，吃点。我今天又玩了，没下呢。没下了。嗯。下吃不动了，我完事儿了，马上完事儿。我有点蘑菇的。这点玩下来吧。我不吃了，行，你来来点玩啥的。爸。完事了，我完事儿。完事儿下去咋整啊？剩两个。少下几个。搁一轮面条完事儿，我不吃了，我就饱了。那还有面条，一会儿搁点面条再。不加汤吗？一会儿加点汤。加点汤也行。煮的面条。咱们先记录到这儿吧，再吃点面条，下锅里不少面条，再吃点。这火锅涮火锅就是比较慢的。视频就分享到这儿了，大家明天见。再见。吃菜吧，大姐。没少吃，今天肉可没少吃。